RX 6500 XT 性能怎么样？相当于其他品牌的哪款显卡？ RX 6500 XT 是 AMD 于2022年一月发布的一款入门级显卡，基于 Navi 24显示核心打造。它具备1024个流处理器、32个光栅单元以及64个纹理单元，搭配有64比特位宽、4GB 容量的 GDDR6 显存。该显卡还具备16兆的 Infinity Cache， 能够配合 3A 平台实现更加出色的游戏体验。RX 6500 XT 的性能大致相当于 NVIDIA 英伟达的 GTX 1650 Super 和 GTX 1660，略高于 GTX 1650 Super， 但略低于 GTX 1660。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三款显卡都能够流畅运行主流游戏。RX 6500 XT 的优势在于采用了最新的 RDNA 2架构，性能更强，功耗更低，仅为100瓦，适合小型机箱，且价格更便宜。但显存容量仅为 4GB， 在一些高画质游戏中可能存在显存不足的情况。同时 RX 6500 XT 支持的最高分辨率为 1080p， 如果你想体验 1440p 或 4K 游戏，需要更高端的显卡。总体而言， RX 6500 XT 是一款性能比较出色的入门级显卡，适合主流游戏玩家，尤其是预算有限的玩家。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。